大家好，我是夢特多，这是我的第二集的第一视角剪发单元。今天呢是剪一位从头动到尾的3岁小朋友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这个单元是很适合给想学美发的人来参考。若是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再麻烦动动您的小手，帮我按一下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您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。那正片开始。Yeah.
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祝大家今晚都有一个好梦哦，下一集影片见了，拜拜。